今天蒙恩点的经文是诗篇37:4，要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阿门。接下来有伊玛内利圣诗班的信士克林西管弦乐团的演奏之后，主任牧师以要以耶和华为乐为题正道。介绍讲台鲜花，鲜花者是中国异教区，像一头不懂真理又空缺的迷途羔羊，活在这世上的时候，遇到了万民和牧者，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全部，有了天国的盼望。感谢让我们能够变化成为闪耀的宝石，感谢改变我们的心灵，有爆发性的全能，有感动的赞美，引导万民进入到新罗撒冷的准牧师和进生命引导带的高会的祷告院长。迎来秋收感恩节，我们中国异教区愿像五谷白果一样，愿成为善良善和丰盛的果子，献上讲台鲜花。感谢他们。亲爱的各位圣徒，今天是秋收感恩主日，感谢在一年里允许丰盛的收获。那么不光是水果和果蔬菜，那么父神在一年当中赐给我们的所有的祝福都是果子，而大家得到变化也是父神赐给的果子。首先将一切感谢荣耀归给像今年一年赐我们敬人的祝福，用魂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我们的父神。台上用神赐予的各种谷物、果子、蔬菜等美丽的装饰，大家看画面的时候，大家也要想，我要成为在台上摆放的美丽的蔬菜和果子。感谢为此辛苦的女兄教会，感谢赞助侍奉的各位工人，也感谢在这一年为了结出神国丰盛果子而尽忠的所有的工人，还有也感谢努力传道的工人，有的人呢是真是抽出时间去传道。那么刚才这个代祷的金真红长老说，周六呢他们长老会呢也去传道，感谢他们。回想起本教会一年间发生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2024年是我就任本教会第二任委任牧师，是万民新分月的一年。重温卓哲进牧师训的信仰的复活节的话语和演出，还有工人们访问克西玛的祷告处的活动，彰显极大全能、充满天国感动的万民夏季修炼会。再次活跃成就的海外宣教，不仅医治疾病、心愿得应允的定期单位祷告会和恩高聚会，与圣徒们一起欢笑流泪感动的万民广播，还有用12个国家语言同时开播的唯有圣经油管频道，万民团建新荣耀父神的教会创立42周年纪念礼拜及演出等。每当这时，大家都为了教会和我，以及为了通过所有活动荣耀父神而尽忠，尽最大的最大的努力祷告。另外，各位为了成就圣洁、结出果子、做好信奉装扮，努力祷告。尽忠，在奋力的过程当中，神让我们结出了灵肉兼丰盛的果子。最重要的是不断彰显惊人的全能，我们使我们充满了见证。
面对如此丰富的全能和祝福，对于感动和感谢，大家绝对不能麻木。今天尤其迎来秋收感恩节，希望大家回想起神赐给本教会和个人的恩典和祝福，并献上更加深深的感谢和荣耀。各位圣徒，我们神希望赐给心爱的儿女们祝福，更何况在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神一心想对寻找感恩条件荣耀神的儿女们，怎样才能给我亲爱的儿女们更大的应允和祝福呢？而现在也是，现在大家最想得到的应允的心愿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灵魂兴盛，努力进入更好的天国，特别是为了要进入新耶路撒冷。另外也会希望想得到能力结出更多的果子，也有希望解决家庭、事业、单位或个人问题并得到祝福的心愿。对于我们全能的神来说，没有难成的事。希望通过今天的话语能发现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得应允的道路，更加充满感谢和盼望，爱父神，蒙得神的爱。亲爱的各位圣徒，解释今天的主题经文，那就是当我们因神而充满喜乐时，神就会成就我们心中的盼望。要以神为乐而充满时，神成就我们的心愿。那么我们喜乐时，为什么神会成就我们心愿呢？因为我们因神而喜乐，就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喜悦于我们，是愿我们这样做。当然即使不是神赐的喜乐，如果发生不合自己利益的事，人们也会在属魂的情感当中喜乐。世间的人呢，有高兴的事或是心想事成的时候，或者说家人之间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很高兴的。比如孩子学习好，在公司得到认可，升职加薪，搬到更宽敞的房子，或者是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等，有好的事情就开心快乐。但是在主题经文中，以耶和华为乐并不意味着根据属肉的环境和条件用自己的感情喜乐，也就是说要享受在充满圣灵的过程当中神赐给的真正的喜乐，就是属灵的喜乐。在世间享受的喜乐快乐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会有许多的条件。那么当有能喜乐的条件的时候能喜乐，但是那么这样的条件是维持的吗？那么世间的喜乐和满足是维持不了的。我搬到了更大的房子里面，然后应该更加维持更加喜乐的。那么但人是这样的吗？那么可能会喜乐到某种程度的，但是属肉的人呢会善变的。那么喜乐感恩就是说，如果我有了这个我就能很幸福了，但是属肉的人一旦真是拥有了，也不会因此而总是满足，会总是要求其他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肉就是永远是无法满足的。但是现在所说的诗篇三十七篇四节的这样的喜乐，是因着神赐给我们的喜乐，因着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喜乐是不会消失的，是永永远远的，是真实的真正的，要这样喜乐才可以。而且尤其我们有信仰的人，
能喜乐的这样的条件已经很充满了。如果是没有了的话，那分明是有问题了。神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我们有喜乐条件是非常充分的，而我们也这样学到，正是因为我们在死亡当中得到了救恩，光是这些，那么就算是在主日上我有很多的不足，也能够要以喜乐感恩。我们是这样学到的，但是世间的人是因为享受不到这种喜乐，所以只因暂时的这样喜乐，而有的时候呢又喜乐又觉得又不高兴了。然后但是呢，我因主的救恩恩典得到救恩的我们呢，要常常喜乐。那么即使生活在这世间的时候呢，也因着这样的救恩的喜乐也不应该消失的，这样才是神所愿的真正的信仰生活。但是我们这样做不到，大家要找原因。那么我是喜乐的呀，我有喜乐条件的时候才喜乐的呀。那么现这样的喜乐呢，是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诗篇三十七篇和三十七篇四节这喜乐是不一样的。神真正的赐给我们的喜乐是真正的喜乐。那么神赐给我们的喜乐，并不是说一会儿喜乐，一会儿不高兴，一会儿发脾气，一会儿生气，不是这样的。罗马书十五章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神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可以看出给我们带来喜乐，属灵的喜乐就是我们的父神。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到十一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耶稣顺从了父神的旨意，所以总是以神赐给的喜乐充满。耶稣在这世间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耶稣呢，为了完全成就救主的事工，要在这天世间的天中要公义，就是说准备了做救主的这个瞬间。三年间的公生涯期间却是逼迫，有的时候呢还不能安稳的入睡，有的时候要在船上入睡。那么属肉上看似是很艰苦的生活，但是心中是因着父神的喜乐而充满，没有不平不满难过痛苦，而是想着父神差遣我来到这世间，就担当救主的使命，我要好好的承担。拯救人类有着一心想着这样的盼望，而当行全能的时候，当看到更多的人走向得救的时候，心中得到了安慰。那么这并不是能属肉的环境夺去心中的喜乐的。那么耶稣在这世间虽然是很艰苦艰难，但是因着神而享受到真正的喜乐。然后信主的我们也要为了使我们常常喜乐而嘱咐我们要遵守诫命。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以神赐予的属灵的喜乐充满，因那喜乐而结出果子而成就心愿呢？我们只得生喜悦就行。箴言八章十七节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就像我们爱神时赐予爱一样，喜乐也是一样。当我们先得神喜悦的时候，神也会把喜乐赐给我们，因此得到从上头赐给的属灵的喜乐。像这样以爱神赐给的喜乐呢，
不光是我们心中流淌的这样的喜乐，而在我们属灵生活当中也能够让我们喜乐。最重要的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这样喜乐，是发自内心的平安和真正的喜乐。那么如果是真正成就在心，我们会求属肉的心愿的时候呢，也会赐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这属肉世间，因此心中就算是充满了得救的救恩，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毕竟也会有困难的，因此呢也不能因着这个属肉的困难，也不能让我们心中这个属肉的属灵的这个喜乐的通这个夺去的。因此呢父神说也会赐给我们属肉的这个心愿，让我们也得以满足的。因此呢当我们心愿有属灵的喜乐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属肉的祷告题目更加充满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说心里所求的赐给你。那么大家心中的喜乐是首先的，要想一想，是不是神赐给我的喜乐非常充满呢？是不是因着属肉环境而失去了呢？那么就是与神的关系当中是有问题的。那么神赐给我的没有，神没有赐给我的真正的喜乐，是我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大家要寻找到，如果心中充满了这样喜乐，那么属肉的恳求的神也会赐给我们的。那像这样以爱互相成为喜乐，那么我们爱神，神也会爱我们，因神而喜乐，神也会赐给我们 喜乐的充满。这就是耕作儿女的真正的目的。那么属肉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比如说有孩子是让父母高兴了，比如说还学习好尤其是得到了奖状了，然后呢让父母高兴了，那么孩子所求说，妈妈你给我买这个吧，你给我买那个吧，就算是孩子不说，那父母会说你需要什么，你那天不是说想买这个吗？那么平常不懂就是不听话的说，那么你妈妈你给我买这个吧，那妈妈就不会给买。但是妈妈高兴了，就是你这孩子就高兴了，说你是不是那天说什么要什么了，那妈妈给你买，走吧，是不是会这样呢？那么因着孩子父母高兴了吗？乖高兴的话父母呢也会给满足孩子的这个要求的，就是这样的关系。那么那并不是说父神我给你我要做这个，父神你就给我做这个吧，不是这样，不是说一定要这样的，就是说以这样喜乐使神充满了，神也会愿赐给儿女们最好的，就是说神和儿女们想希望能形成这样的关系。那我们怎样才能得神喜悦呢？圣经里记载了很多我们能得神喜悦的事。神说喜悦于敬畏神的人和文艺的人，行仁义公平，因为所有的善行会成为世界的光，把荣耀归给神。喜悦于忠心栽种的供物，公义的祭和燔祭。喜悦努力传福音，高举赞美神。其中神真正喜悦的就是信心。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赞美和祷告，礼拜和供物，善行等所有行为都有来自相信神的行为，这样才能真正得神的喜悦。又不是初信徒，却以自己的喜乐满足，明知有天国，但是做内心的隔离有点难，有点累，然后呢，就以敬重我要积累奖赏。如果是基于这个目的的话，神很难喜乐的。那么赞美和服侍，为我只是有才能去这样去做，那么神不能得神的喜悦的。要凭信心，要爱神，以这个心为赞美尽忠的时候才会得神喜悦。
还有的圣徒就是说为要得应允、得医治、得到祝福的目的做礼拜、祷告、出席教会，那么这不能成为神的喜乐。如果是初信徒的话，要以这样的目的做信仰生活，就算是这样的话，那么神也不会不高兴的，因为他是初信徒，神也会因此他这么做而信会喜乐的，也会迅速的医治他，让他有体验。那么他有了体验的话，现在呢就爱神，然后要凭爱信神的信心来教会，使信心成长。当以爱神来尽忠的时候，这样才能够使神喜悦，这样的时候神也应允我们的心愿。给予并付出献身尽忠后得不到称赞就不高兴，或是善变不坚持，那这也不是信心，不能得神的喜悦。当爱神而坐享生活或栽种时，才是凭信心而行。我们工人们和圣徒们坐享生活很久了，可能就会想，我也没有在哪里犯罪，也没有发脾气不高兴，我有信神的信心，我有天国的盼望，但是我为什么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呢？大家有这样想过吗？那么要想一想，要想一想我有多么因神而喜乐呢？像神说了要不住要凡事先常常喜乐，这样的话语有多么成就在心呢？现在因为没有时间呢，要凭信心得行，要凭信心而行，和按着习惯做礼拜、祷告、敬忠，这差异呢是讲不完的。那么，但是呢，大家要想每瞬间有没有凭信心而行，检查自己就能看出，就能做出更加使神喜悦的信心。各位圣徒，我们有得神喜悦的信心，世上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马可福音9:23说，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还有在马太福音17:20说，耶稣说：“因为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这边，你从这边挪到那一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看圣经就会发现很多凭信心得神喜悦、体验的惊人做工的事情。3年半的干旱中，因祷告下了雨，关在监里时，天使们给予帮助，即使被扔在狮子坑里得到了保守，又分开红海，使日头月亮止住，孩童野兽战斗，只凭信心疾病和软弱得医治，还救活了死人。正是凭信心得神喜悦，才彰显了神惊人的作工。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告白说我信，努力祷告和恳求，却没有看到得神喜悦的证据呢？为什么说相信耶稣基督，生病了还要去医院，还要因各种试探患难而痛苦呢？答案就在于要拥有属灵的信心。头脑相信的属肉的信心、知识上的信心，并不是得神喜悦的真正的信心，因此得不到从内心深处流淌的喜乐。我相信神会因我这样告白后，也会因现实而担心而抱怨，虽然喜乐，但因人和环境而悲伤灰心，因为这是属肉的信心。亲爱的各位圣徒，那么我们怎能使属肉的信心变化为属灵的信心呢？希伯来书10:22说，并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和领受圣灵的神的儿女们，在听神的话语时，会发现自己内心的罪恶、血气、脏物、贪心、奸淫、论断、定罪、谎言等，会领悟到自己有多么恶。为了离弃这些罪恶，越是努力祷告变为真理，大家的心就越像用清水洗净一样，内心洁净，
成就诚心。愿是成就诚心，神就会赐下充足的信心，这充足的信心就是属灵的信心。拥有如此充足的信心，即神赐给的属灵信心，就会充满神赐的喜乐，得到神的爱。所以不管是什么，凡所求都会得到应允，而且还会预备好祝福赐给我们。但是大家比如说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拥有更大的信心呢，一句话就可以回答，离弃罪恶就越能拥有属灵的信心。那么到信心的四阶段，那么信心的五阶段是已经是成就了圣洁了，那么 第五阶段呢，要更加得神喜悦的信心才可以。那其中之一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属灵拥有这样属灵的信心的人，那么以人的意念根本无法顺从的，也能以如果是神的旨意，能够以喜乐顺从。那么从一阶段到五阶段，就是按照神的话语的，越是顺从越会拥有属灵信心。但是从信心的一阶段如果要成长到四阶段，那么就会说要顺从于更加离弃恶，要顺从神的话语，那么进入属灵的阶段了，那么也不要停止在那里。然后神也愿我们是说不能顺从的也要去顺从，有这样的会考验和信心成长的过程。那么像亚伯拉罕，他在100岁的时候生下的独生子，神说要让他显为凡祭，这时亚伯拉罕相信了救活死人的神，所以仍然喜乐充满，毫无担忧的顺从了。这样的信心呢，是直到信心的四阶段是很难表现出的。那么信心的四阶段，如果是表现出了这样的信心呢，那就很快的会进入到信心的五阶段的。那么现在刚才所说的一样，当有这样的考验的时候，要有不变的喜乐更充满的时候，是因为这样的信心是不变的。如果有这样的信心的话，就算看现实，那么在现实当中亚伯拉罕所面对的事情是非常担忧的事情，并不说面临了困难了，是神在考验的时候，那么我们在面临熬炼的时候，遭受困难的时候，那么可能会说神是可能会感受不到这是神要赐给我的祝福。那么因为在悬崖当中，那么在亚伯拉罕如果有肉体的意念的话，他会有什么的想法呢？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说和以前不一样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的旨意呢？那么这还没他还没算想着否定的想法呢。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他会最起码他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是不是这样，说怨恨了不平了，说神说明明说是应许之子给赐给我，为什么要现在要这样说呢？他还没面，就是面，就是没看到这个，没有到最后，那都，然后呢，他就想，神为什么要杀以撒？但是呢，没有知道神的旨意，就会瞬间就因着担心忧虑，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没有完全相信神。那么在平常生活当中，看似信心非常好，我相信全知全能的神，我相信你，赐给我们及时雨，让我们收获五谷，又赐给我们四季，让我们得平安，然后用尽了所有的美好的词汇来赞美神。但是呢，就是面对我现在的这样的状况，就无法理解神的旨意。以神以我们的想法有这个限有极限的时候呢，就不会再想到神是伟大的神了，就认为神我不能理解神的旨意了，然后呢就这样想到神，所以呢就会有担心忧虑了。这样呢不能说是完全的信心，我没有犯罪啊，大家不能光是这样说，
那么要拥有得神喜悦的这样信心，但是亚伯拉罕呢并没有这样。当他神吩咐他的时候，他这履行这神喜悦的时过程当中呢也没有失去喜乐，所以他完全的表现出了信心。摩西因为有全知全能的属灵的信心，所以才能大胆的走到想要害自己的埃及王法老面前。丹尼的三个朋友相信并依靠永活的神，即使被扔到火窑里也绝对没有在偶像面前跪拜。那么这就是真正得神喜悦的信心，是信心的五阶段的表现。像我们像这样大家也要继续奔跑就可以了。从信心的一阶段二阶段的人，那么神不会赐给这样的熬练的，但是在各自的信心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考验的。但是所信的人，所信的我们是全知全能的神，如果是信就会喜乐充满的，敬忠也不会减少的，会更加充满感恩来寻找神的旨意，来寻找能够得神喜悦的是什么。这样的话考验会变成祝福的，这就是神向着我们的信心，要使这样的信心得神喜悦。那么这样的时候神也会让我们这样喜乐更加充满而赐给我们应允的。信心的古人先知在以人做不到的是凭信心来顺从来得到了极大的祝福，荣耀贵的福身。我们在信仰当中也看到了，正是我们的元老牧师也只以得神喜悦的信心成就了海外联合大圣会。那么在海外圣会当中没有逼迫的圣会，没有圣会，没有逼迫的圣会，可能就是俄罗斯圣会。然后呢，几乎都是有困难，像俄罗斯圣会，以极大全人的全能，已经撒下了种子。然后呢，在办这个联合大圣会的当时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人已经在帮助我们。神呢也让我们在举办圣会的过程当中呢认识了一些非常有权威的一些人士，所以呢这个俄罗斯是非常很痛的。但是许多的这个联合大圣会当中呢有许多的这样的逼迫和毁谤，但是在那样的状况当中也没有向大家说是怨恨不平不满，在困难当中也是默默的祷告来交托给了父神。有时在恐怖袭击的威胁下，圣会场所的铁门被政府州政府关闭，那么比如就像巴基斯坦，可能会大家都会记得的。上午呢还在开，上午呢是应该这个举办的，但是呢就是被禁止了。但是父神做工后来举办了更大的盛会，在试炼和熬炼面对困难当中变成了更大的祝福。像印度政府在盛会之前发表了禁止强制改行宗教法令，比如说比如说不想来教会，但是呢强制性的来到带他来到教会，那可能会就是违反法律了，就说干脆就不能强调。所以呢当地牧会者就要求强调不要讲只有耶稣是救世主，只有神才是真正的神，就是说这个内容呢就要求牧者不要讲。但是牧者每当这时候会怎么说呢，会只笑一笑说我正是要传这个来到这里的。大家可能会听到牧者的声音吧，这样的声音吧。但是因为牧者是刚强壮胆的去行，因此呢父神就这样的极大的做工，在三百万聚集的圣会当中彰显了极大的旨意。不管是哪个国家，牧者都是成功的召开而荣耀归于父神，但是呢总是有仇敌魔鬼撒旦的妨碍。当你喜乐平心性而行的时候，
来彰显了神极大的荣耀。有的时候必须要进入一个完全不承认基督教三年而严厉的逼迫的国家。面对所有这些状况，元老牧师都毫无畏惧，只凭信心迈出了脚步。实际上也有很多时候很迷茫，因财政上的压力而无法入睡。但是元老牧师只相信全知全能的神，以献出生命的心来顺从了旨意。上一周黄锦兰牧师在引导带领祷告会的时候说，刚做主仆的时候，元老牧师就对他说，我所走的路是非常艰难的路。然后黄锦兰牧师就非常惊讶，因为元老牧师在台上在台上正道的时候，就是看到元老牧师讲得非常充满，非常好。然后呢，就是在主仆和立位族聚会的时候，牧者就讲了在平时准备施工的时候的这样的心情。那么这样艰难的这样岁月，那么难道牧者是没有信心吗？不是的，不是说不艰难，那么但有艰难有困难，那么这就是困难的。但是呢，凭信，因为因有喜信，所以呢才能够以喜乐能够战胜的。那么面对试探患难，就觉得那么没有试探和。不是说没有试探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么有试探的时候毕竟会更加紧张的，说啊，我更加要得胜喜悦，然后我更加寻找得胜喜悦的信心。那么重担还是会有的，不是说不感到沉重而平息了信心的，是因为有更加有重担才能更加平息了去战胜，因为有信心所以才能困难当中更加喜乐感恩，来寻求神的旨意，来顺从神的旨意。那么因为有信心，所以呢不是说就不感到困难了，困难就毕竟是困难，但是呢当有困难的时候不觉得它是困难，凭信心而行。那么牧者就是在这样的引领了万民，因此用惊人的全能保障通过海外圣会将无数的灵魂引导到归向主，成就了神的旨意。以色列圣会呢也是如此。事实上虽然没有任何人脉和关系，也没有我们的全家事，但就像不知道要去的地方，离开父家的亚伯拉罕一样，顺从走遍以色列全境传了福音。即便是小教会或聚集人员少的地方，像在主事工之地以色列，传播之有主是救主，就是喜乐的事情，所以以喜乐和爱去传播福音。结果最终在以色列中心地耶路撒冷向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直播时，宣布耶稣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并以极大的全能荣耀了父神。像这样只凭信心得胜喜悦，神总让元老牧师的心以属乐的喜乐充满，并以神喜悦的证据彰显了极大而惊人的全能。希望和大家都能拥有这种属乐的心，属灵的信心得胜喜悦，以神所赐的属灵的喜乐而充满。因此要成为完全成就神赐给在这祭坛的世界宣教和大圣殿的信心的将帅。下面说结论，亲爱的各位圣徒，约书亚记11:15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怠慢不行的，懈怠不行的。约书亚通过既是邻里之父又是师父的摩西，看到了得神喜悦和彰显神惊人做工的信心，看到了对抱怨并不顺从的邪恶的百姓的饶恕的爱，看到了为神的国流泪恳求和哀痛，看到了打动神的信心的祷告。虽然他们不是受过军事训练的百姓，但他们看到了依靠神战争的胆大，也看到了坚决抵挡犯罪的公义。在西奈山禁食祷告领受神的话语后，详细教导百姓诫命和律法时，约书亚也和摩西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约书亚懂得了神的心意，学会了感动神的属灵的方法。
正因为向摩西学习的约书亚，最终带领以色列的第二代征服了迦南地。各位圣徒，我也是如此。看着元老牧师的施工，我了解了神的心意，学会了领受神的应允和全能的方法。因此我大胆地高喊着，福音和神的全能。圣徒们也通过元老牧师学习了怎样才能得神喜悦。圣徒们通过元老牧师和我学习了怎样才能得神喜悦，感动神，怎样才能用信心得到神的能力。因此在现在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凭得神喜悦的信心，内心充满喜乐的属灵的喜乐，大胆的行神的旨意，体验神的做工。即使眼前出现堆积如山的问题感到困难，也只凭信心去行。越是拿出一两次信心体验神的做工，大家的信心呢就会进一步成长，成为属灵的能力，即使遇到更大的问题也能勇敢地面对并解决，也会成为更大的工人。这样的人可以成为战胜仇敌魔鬼的属灵的将帅，在神的国里大大受用。知道神的心意，另外在属灵的信息里成就心愿也不难。知道神的心意怎么才能得神喜悦，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太容易了。努力离弃罪恶，行真理，用信心祷告，尽忠就会得神喜悦，任何困难和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如果需要智慧，神就会让我们领悟到并给予帮助，赐给我们能够做到的力量和能力，另外引导我们拥有更能得神喜悦的信心行为。如果相信圣灵的带领，那么剩下的就由来神来成就。圣灵告诉我们如何得神的喜悦的方法时，大家做不做，这就是得到应允的关键。当大家领悟到凭信心得神喜悦的得神喜悦时，只要大家能够做到，大家的心就会因神所赐的喜乐充满，任何心愿都会迅速成就。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话语成为得神喜悦的儿女，心愿常常得蒙应允。奉主的圣名，愿大家在即将结束的一年之际，在如火热的祷告当中圣灵充满，靠神所赐的喜乐常常充满。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为患者做祷告，把手放在疼痛之处，软弱之处接受祷告。没有疼痛之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凭信心接受祷告。慈爱的父神，2024年一年当中，直到迎来今天的秋收感恩主日，引导我们，保护我们，感谢您。而更加重要的是，父神用温暖的阳光上放下降下及时雨，让这世间结出更多丰盛的果子，让我们生活在这世间，又赐给我们灵与肉之间的丰盛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更加充满的前进。感谢您迎来秋收感恩主日的我们，愿能够更加领悟到得神喜悦的方法，而再能够使神喜悦，心愿也能够得到应允。这时间做礼拜接受祷告的所有圣徒们，之上求父神亲自安守，全国全世界超越时空，求父神亲自安守在接受祷告的所有圣徒们之上，还有几千观众电视观众之上，求父神安守，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所有疾病病菌软弱的，所有试探患难都退去吧。心愿和祷告也求父赐下应允，这时间也求父亲自安守，用圣灵的火，用主的宝，用主的血亲自来安守所有的疾病病菌，从头到脚所有骨节神经组织细胞，求父亲自安守，让他们得以洁净，所有疾病病菌让他们得以洁净，更加健康，得到完全退化的、老化的，还有骨折的，又能够恢复正常，用赞颂的全能来亲自安守。
世间的任何的疾病病菌也不让进入到我们体内。心愿的祷告和祈求也求佛赐下应允，还有学生们也让学生们能够做好学生的本分。还有一周间全国全世界的万民的知交会，还有心爱的我们圣徒们家庭事业之上，求父神保守祝福。尤其在委内瑞拉的圣会，也让他们能够好好做准备，还有出入境所有的行程都一切赐下亨通，荣耀归于您，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